厝无烦话，烧酒饮一杯，讲出心内话，花花世间你情凌乱，知己到位找，我有一句。我虽败犹荣，对呀，好的，好好加油，在他面前好好唱，对着他唱，对对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对着他唱，好不好？然后唱完之后，记得要问他几个字。哦，对，那边唱你要跟荒山亮的歌迷握手，对对对，全部拉过来，还跟那个施文斌握手，对，仿佛你就是邓丽君回来，没错，嗯，好吧，加油加油，来，加油，再来这一首。何日君再来，把 Sanova 的何日君再来将颠覆你对台语歌的全新感官。月红春日开，月明秋夜圆，怨叹有几时，强受两宵眠，今夜来相会，心内话，花花世间你情凌乱，知己到位找，我有一句话，今夜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不错不错，不会啊不会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时候啊，那每一种唱法都有它一些群众，对，你喜欢这一类的就这一类。以前邓丽君刚出来唱的时候，人家哎呀那么软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好听呢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结果哎，一次两次，哎，慢慢接受了以后，就中，变成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声音。哎呦，好吧，新唱片介绍，就是我去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《塑料某罪》。去年的，对对对，到现在还有货、啊。因为这就是今年不是特别带来拿给您的啦，哦，只有一张，对对对，对嘛，一张这样就珍贵。有一种歌手一来四个通通有，我们干嘛拿那种？不是不是，现在哎，我们都拿先拿了，对。你比较后，你是最后才给的，对。哦，是啊，好，十年十年。我回头狗。没有啦，你只有你有啦，只有你有啦。特别喜欢，好吧，我们希望那个你的艺能界的成绩会越来越不错，是吧？对着镜头补一个一句话就好了，好吧？金曲奖不公平，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声梅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。掌声给他鼓励。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闽南语歌坛呢？真的是，长江后浪它能够推前浪，对，对不对？希望闽南语歌坛能够越来越好。是的，是的。好吧，再次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一下。明天同时继续回到我们的综艺大热门。